勇哥，需唔需講香港話？佢本身都有話就香港話。冇啊，佢唔係廣州話差唔多嘅。差唔多咋？你有冇睇過 TVB 啊？冇成日睇啊，以前就睇 TVB 啊，冇咩電視睇。幾睇啊？冇手機就係睇 TVB。即係佢周中冇手機睇動畫。躺低睡覺。啊！我整乜？你呢視頻嗎？我在睡覺，依家要 P 嘅話，就可以。係啊，阿個字有咩好睇啊？啊，足七十公里。你已經識嘅，你呢啲老人家就最中意嘅呢啲嘅。足七十
像维多利亚港吗？你冇见到一个摩天轮吗？湾仔。阿布咩喎？啊，呢度咩？阿布摩天轮啊？会展中心。阿布系咩表演啊？戏咩？啊，呢度啊，呢度会展中心啊。因為抖嘛，手機唔發到。抖下抖下，嗱呢位呢個人講到點啦？全部算睇下。啲人係手又係數下數下。的過啦，我車嘅有啲地嘅，你好差。我話你好差，你手機唔放抖唔識噶。哇！哇！你是差的。色差不差？是不是好看？我睇。呢條嘢冇人。沒啦，沒啦。喂。